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恩妈要来介绍可爱的小奈布哦。年轻的奈布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了募兵站，而奈布的妈妈穿着霍尔克的传统服饰。由此可知，奈布是一名霍尔克人。在历史上，霍尔克族来自于尼泊尔，英国与尼泊尔签下了征兵条约，英国享有招募霍尔克兵的特权。而霍尔克佣兵最喜欢的武器就是尼泊尔的弯刀。我们在游戏里也能发现，奈布的随身物品里有一把尼泊尔弯刀。奈布刚加入雇佣兵组织的时候，还是非常的高兴呢。一张照片记录着奈布用步枪瞄准远处敌军的将领，立下大功的奈布，却因为自身是霍尔克人，没有英国军籍的雇佣兵赚得多。在一篇日记写道，霍尔克弯刀不该向同袍挥舞，我需要离开。奈布虽然是一名雇佣兵，却十分讨厌战争，并且不想为英国人服务。退休后的佣兵奈布萨贝达早已习惯在枪林弹雨中过生活，也许一场危险的游戏能给予他在战场上同样的体验呢。今天是奈布的试玩，所以恩妈跟恩爸还有两位粉丝就一起来玩试佣兵啦。这一场呢，我们是玩匹配模式。那开局恩妈习惯先躲在角落休息。好，这边有一台，那我们就先在这边修一下吧。欸，这是恩爸吗？还是谁？欸，这么快就来，也太快了吧！看到红光了，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是黄衣耶，好可怕哦，直接揍破墙壁！啊，完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那大家在玩佣兵的时候，要记得把钢铁护手打开哦。右边那个倒数转圈圈的，打开之后呢，钢铁护肘就会膨胀。那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它就会缩小。那我们就赶快甩开我们可怕的监管者，快跑快跑！哎，人嘞，追过来了，在后面。哎，他没看到我进来吗？他好像没看到我，往另外一边去了。佣兵的声音是跟幸运儿一样啊。其实恩妈很怕这个哭声，就是这种受伤的声音。被发现了啊，好可怕！没有砸到监管者，好，我们赶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，跑错边了。那佣兵有一个技能叫坚强，每次被恐惧的时候呢，会延后15秒生效。所以右上角有一个恩妈的头像，他会15秒后才倒地。好了，我现在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被塔口奖抓起来了，啊，好难挣扎、哦，可恶！放我下来，这个丑八怪，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我安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嘿嘿，好，赶快跑！先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哎，是谁跑回来？恩爸跑回来了，恩爸要帮我去引鬼。好，我们签字了60秒。好，换一个地方好了。那现在恩爸在引鬼。好，我们找个地方。恩爸被打了，恩爸也快倒地了。嘿，我的队友来了，好开心哦！谢谢你，星星，谢谢你的救援，太感动了。好，现在换恩爸被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轮流上椅好了。黄衣在守恩爸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救一次好了。八怪。好，那监管者飞走了，我们赶快回去救恩爸吧。
狗狗，好遥远哦，超远的。加油加油，亲爱的，我来救你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互相摸一下吧。现在换恩粉姐被打了，恩粉姐要倒地了。我个人最近还蛮喜欢玩佣兵的，虽然恩妈还没有买佣兵，但是她每个礼拜都可以试玩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因为佣兵有个缺点，就是战争后遗症，破译速度会降低 25%， 就是她每次受伤会越来越难治疗，然后最多会增加到 100%。 好，那现在我们先窝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虽然佣兵破译速度比较慢，但恩妈觉得综合起来其实也拖延了很多时间，相对队友有更多时间休息。好，我们现在一倒地，一个要被上瘾，我们可以开花了，开花结果被抓的话，上瘾时间会延长 30%， 所以就不用马上去救队友啦，还是有机会救得到的。因为战场磨练了佣兵的意志，他不仅在狂欢之翼上起飞速度也会延缓 30% 哦，所以我觉得帮队友争取了蛮多时间。所以监管者比较不喜欢守佣兵跟恐惧。好，救到了呢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了，先离开这边。又来了，我们先把他引走。啊，我被放状态了，恩爸去救人啊，谁可以去救人？去救星星姐姐。对，星星好棒棒。哦，我跑好远哦，他来追我嘞。那有人可以去救他吗？轮流上移。哎，给你个出其不意的转弯。怎么没有人去救队友？我在做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快！他口讲在追我耶，好可怕！哇，被打了！好，我们还可以挡一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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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没过来耶，他放弃追我了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呢？我在那边我看到了，好，赶快跑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后面有一只丑八怪，放弃了没？我们剩最后一台机了，其实修蛮快的啊，顺走啦，顺走啦，没有我的事啊，继续修机。我们就一直半血，然后补血，被抓救下来，再半血，再补血。哦，我觉得拖延战术还不错，医疗大师。我的队友一直在救人，他好辛苦哦。好了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他口讲来了。哎，他绕错边了，哎，这只鬼笨笨的，不太会追的。哎，走了，哎，他去追别人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就继续躲在这里就好了。又回来了吗？他在守这台破译机吗？这只鬼很忙哎，一直在那边散步，一直在散步。我们等他过来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快跑！又被放状态了。啊啊！被打了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，开花，瞬间开花。好了，我们又要被抓起来了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赶快破译，剩最后一条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是第一次上椅子，玩佣兵也不错啊，大家轮流坐椅子，然后坐椅子又可以减缓 30%。 好，现在监管者在守尸，他们两个都在那边，加油
恩爸，我们靠你了，你要继承我的遗愿去破那一台。哎，星星好厉害哦，谢谢你啦。对，星星好棒。哎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哦，血补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小心，赶快，赶快。他还追我哎，放弃了。好，我们先躲在这里。他去守出口了，你们快去开另外一个门，鬼在我这边。好了，恩爸开好门了，对，好棒棒，星星好棒棒。他们开好门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加油加油，快走快走，在赶路了。哎，顺走了、欸。所以他顺来这个门了。好啦，没关系，你有一刀我也不怕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最厉害的那一步。好了，我知道他在这，不过没关系。砰！大家有看到右上角吗？我的圈圈正在慢慢的变黄，我有15秒的时间可以逃出大门。噔噔。所以我觉得那一步呢，就是一刀的天敌啊！哎，我队友还没出去哎，我的队友在闲晃，头上都乌鸦了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蒙阿波迷路当中。好，那你看他的圈圈开始补满，快快快，右边右边啊，右边啊，你要去哪？右边，你的出口在右边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他倒地了，我们还是赢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及分享哦。我们每周四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半都有第五人格的直播哦，欢迎大家来找恩妈聊天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